老师讲笑话时不同分数的反应100分。80分。59分。0分。教导主任抓不同分数迟到100分。不好意思主任，我迟到了。学太晚了吧。去吧去吧。谢谢谢谢。80分。站。迟到了啊。哪班的？九班的。张老师他们呢？回去跟你们老师说我没见面啊。谢谢老师。别忘了啊。哎。59分。迟到了啊。哪班的？主任我就迟到一分钟。一秒钟都不好使，还敢跟我顶嘴啊？你们老师就这么教你跟我说话的？去上我办公室等我去，快点。零分，迟到了，记名啊。跟我还整这事儿，你多啥呀？哎，别记了别记了，咱去你办公室喝点茶呗。不去，工作呢。你不新买套茶具吗？我在我爸那拿的茶叶，走了。不同分数学生转校100分。哎，他转重点学校去了，那不正常吗？咱这能留住人吗？也是哈。80分。听说你要转走了，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，送给你，你要记得我。59分。哎，好几天没看着了，好像转走了吧？是吗？哎，跟咱有啥关系？零分。走了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好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零分遇见不同关系同学，普通同学。不关系好的。隔壁班零分。过年时亲戚议论不同分数学生100分。长辈们过年好。妈，这孩子你还认不认识我了？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这孩子学习可老好了，从小我就看着就行，以后有出息了可不能忘了俺们。妈，你们能不能见光啊？啊，能能。80分。妈，大过年这孩子还学呀？这么努力能考多少分啊？白扯，有的孩子就不是学习那块料，脑袋不行。是，你看人家那谁家那孩子，你根本看不着人家学，那哪回不拔尖儿啊？妈呀，那还那样的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那孩子那挺厉害的。59分。妈，这孩子看人不会说话。哎，一想就那样，闷吃闷吃的出。那期末考几个分啊？那还用问？会不会打狼呗？哎呦妈，那还不如像你家那小哥似的学个手艺得了，比啥都强。咋不是呢？零分。你们咋来了呢？这孩子不会说个人话呀，总整那装糊那出。别勒的别勒的，正儿八道的玩意儿。哎呀，这不咋，这孩子老能惹事儿了，跟我们家那边是出名。这孩子废。教导主任抓不同分数，上课睡觉100分。这孩子这是学累了。80分。站起来来。你们要是今天心情不好，别给我俩找事儿。59分。这是学校，你当是你家的？有没有我给你安个床？给我出来。零分。起来起来起来，今天我值班，你上我办公室睡去。新洗的。不同分数学生遇见校门口的混混100分。这一瞅就学习好那伙儿的哈，把钱走。80分。啊！59分。零分。
哟，这不哈少吗？滚！好嘞。教导主任抓不同分数谈恋爱，100分。来，孩子们过来来。你怎么能处对象呢？老师，我在给他讲题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哦，老师相信你，你去吧去吧。80分。杨老师他妈那个，来，过来来。你干啥呢？哎，主任，我错了。你知不知道你是学生？啊？走，给我找你们班主任。哎，主任，我错了。别磨叽，赶紧走。59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干啥呢？那是。你处对象？就你还处个对象？嗯啊。开除！开除！没听！没听！0分。好。滚。干啥呀？又换了。老师找不同分数家长谈话，100分。哎，来了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来了，老师，我看他最近没有精神头，是不是睡得太晚了？是，这孩子天天学到后半夜，我让他睡他也不睡呀。那可不行，他这成绩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得让他放松，这样一会儿我收拾他。那可太好了，老师，这孩子就听你的。80分。他最近成绩还不错，但是咱们得盯住了，不能让他松懈。老师，你说的对呀，我在家光光看着他学，我不学到12点，我都不让他睡觉，我就在旁边坐着。对，那成绩盯住了就能上。59分。老师好，来了。看看你家孩子这成绩，也不知道你的家长一天天忙啥。真不好意思呀，老师，我一天打好几份工，我实在没时间管。你看着哈哈妈妈做这个配音兼职，现在配音需求特别大，接单平台多，而且在家编辅导孩子就能做。他是怎么做的呀？就是给各种有声书短视频做配音，每单可以赚到几十到几百不等，而且都是日结到账，上手也很简单，在哪都能做，一个手机一个麦就行。链接我给你放评论区了，你自己看看去吧。哎呀，我太谢谢老师了。谢我没有用，多管我孩子比啥都强。0分。咱别让孩子念了，耽误别人学习，出去学点手艺多好啊！你说干啥的呀？你说不念就不念了，我交钱了，我儿子。和不同分数做同桌的反应，100分。你除了学习还会别的吗？真无聊。80分。哎，快来！那谁的那谁的瓜你吃着了吗？哎，我吃着了，我再给你讲个别的。59分。你坐这儿啊？谁让你坐这儿的？你看你是死味儿，咱们谁愿意跟你坐一桌？你给我起来！老师，我不念了。0分。嗨，你好，我是您本周的同桌，学号38号，擅长抄作业、洗衣服、打饭，您看可以吗？嗯，好的，那我先帮您洗一下衣服吧。